娱乐姐姐，你叫我过来干嘛呀？嗨，我这不是吗？我发现了一个古墓，所以呢，我们一起去探险吧。可是鱼豆姐姐，古墓会很吓人吧？嗨呀，有我保护你，你怕什么呀？这里一定有好多好东西啊！哎，等等啊，这怎么全是弹药呢？我的天，这里还有一把枪，这里边该不会会有很多的怪物吧？不过古墓有怪物好像也是正常的哈。鱼豆姐姐，你该不会也害怕了吧？哼，笑话，我鱼豆哎，我会害怕吗？根本不存在的好不好？这块有几个箱子啊，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。这里有我最爱的香芋面包，不过长得好看，味道也相当不错的。鱼豆姐姐，我们可是要下墓的呀。我们来看看其他箱子吧。这屋子也太全了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一定可以把这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拿走。嘿嘿，好了，我们可以出发了，好东西在向我们招手哟。这个古墓是不是有点小呢？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？开玩笑。这个开关是干嘛的？踩上去试试。鱼豆姐姐，还好我们没有过去，不然我们就出不去了。这里又掉落了一个开关，不过这是要放在哪儿啊？这不写着呢吗？这里有一个箱子，这里边有一块沙。鱼豆姐姐，沙子是放在这里的吧？这不写了吗？一定是放在这的呀。门开了，我们过去吧。又到了一个新的墓室，这个房间里会有什么呢？这里写着字，密室，那一定会有机关。我看这个灯一定有问题，熄灭试试。鱼豆姐姐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那电视剧里不都是这么演的吗？门开了，我们赶紧过去吧。这里边箱子会有什么好东西呢？钻石、黄金。怎么做一个电能产生器啊？这个太失望了。这还有个开关，摁一下试试。鱼豆姐姐，你快过来看呀，原来的平台不见了。这边也没有什么了，那我们下去看看吧，说不定就遇到什么好东西了呢。